现在盖尔叔叔在我们大甲的正南宫，现在已经是10:30，那还有半个小时，大概25分钟，好，就要起床了。这个盖尔叔叔就会带大家来看2023年这次的大甲妈有什么好玩的，会一记录给各位看。我们准备放炮喽！来，掌声！我们准备要起驾了哈！好大声！来，再一辆炮炮！用上坚定的心，用动来向上台湾打造啊！大甲妈已经出发了，那我们现在要跟着大甲妈一起走到桥的那边哦，很大的烟火，超美，真的是放有够久的。我相机要过热了，现在都是很自动的往前推，都不用走，它好像飘飘河一样会自己往前走。追上千里也跟春风了呢，36.14哦，追上头子，三太子，极乐团，现在要走去看百万烟火了，有一段距离要从大甲市区出到大甲桥那里，才能走到百万烟火的所在地，取得好位置。现在看到百万烟火，顺便送妈祖出大甲，我的任务就阶段性完成。Let's go！ 尖叫声在哪里就送哪里，1、2、3，尖叫声！走向了10张海报、5张海报，还要海报的举手加尖叫。卡住了，太高了，然后面笑死，太高了，卡住了。这个烟火放下去一定超帅的。哦，太需要来一个饮料了。啊，松。啊，梅汁茶。很难想象，现在已经12点了。反正每年都这样，只是今年走得很慢了。去年12点就在那里了。我终于走到了百万烟火。我来一个大门脚。
百万烟火结束啦！这一集就是送妈祖来，他来大甲头镇，然后他已经过去了。现在我们要回停车场，那看看会不会有人接，能接我们回去停车场呢？大哥，反正你有在等于大家吗？哦，应该不会。不好意思，你们有人要回大甲吗？干嘛了？我需要再一层。啊，等一下。哎。拜拜。可以入境吗？可以啊。你大甲人吗？对。拜拜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大甲妈来了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来，先煮个，一定煮个，大来六。大家都在抢。用伞。人挤人的热闹了啊，很热闹，很热闹。跟警察呛起来，然后来自己摆来跑位，后面已经过山洞了。我知道你扛点多人扛，他掉一条烟火，民众在放烟火，然后警察把他的烟火踢掉，踢到旁边去。警察有他的道理啊，对，但是他这个举动也是让人家蛮不解，因为他造成原地爆炸，因为已经点燃了，他踢在旁边，他就射在地上原地爆炸，那个炸很炸，要很大的，然后有人的脚一直被炸到了。大家都要钻叫，因为前面都不给钻嘛，大家等了一整天呢，当然要钻一下、啊。要跟各位解释一下，原本这里应该下午2点就要到了，结果呢，下队已经快8点，所以这位信徒都在这边等着要钻叫，这是理所当然嘛，等一整天就没有啦，就没有了，你看取消了。大家都很失望的，你看。那我们已经走到金马路啦，继续往前走，不要停在这里了。现在妈祖要离开了迦南宫了，哇！整个金马路，我就走在路上哦，马路中间，来摸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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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到了，摸到了，摸到了，有摸到了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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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哇！呜呜 ！A few moments later。啊！今年又回来这里了，真的超好吃的，真的每次经过不能错过。如果你平时来圆岭的话，请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地方，真的太棒了。哦，要谢谢杨老板，连续几年赞助信徒们吃喝，太好吃了，这芋头粥、豆腐乳，
吃。你要吗？好啊，怎么夹？我用是。还是一样美味，怎么可以差那么好吃？这已经可以拿去卖耶！下课，谢谢老板。参与结缘品哦，大概我们赞助了咖啡700杯，然后酥烤400箱，然后头等烧也400箱。还有那么多，一百箱，根本还没发完，它一半而已。好了没？好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可以了。我要给你，你提。我才是最漂亮，我才。